分子料理捞生，你听过吗？是闽南州芙蓉振华国民型中学二校1408名师生创纪录，共同进行别开生面的分子料理捞生，获得了马来西亚纪录大全千人捞生纪录，已经见怪不怪。首次使用分子料理捞生进行千人捞生，这是第一次。芙蓉振华国民型中学二校与马来西亚宏大学院配合，在学校礼堂摆设长长的捞生阵，共同完成这项创举。这次的分子料理捞生采用的食材为黄瓜、红萝卜、包菜、红苹果、紫色包菜及炸沙菇组成，再配合零下196摄氏度一旦形成冒烟的鱼生，气氛感十足。鱼生是华人文化之一，同时也让学生了解新烹饪技术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见证分子料理捞生获得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创举吧。